那接下来我们请尤庆贺议员做质询。主席，大家早哈，我想来问政工处处长，处长到任多久了？处长，请答复。包括那个一年三四个月，一年四个月是。那你从哪里来？你的家乡啊？家乡在台南县将军。台南管的将军是一村嘛？哈。村对。对屏东县有什么？你来，你将军来屏东，对屏东有什么看法？包括地理，包括人文，包括特质。包括来到屏东之后，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那种感觉，非常亲切哈。第二个就是说，屏东真的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值得来的地方。一年四个月，会不会输你们的家乡？不会啦，因为屏东真的太棒了。你对屏东了解有没有很深？亲没啦。无啦，无介深。那么讲，这个屏东好山好水，这样说的。对。好，那我请问你，屏东二十几年有一个很不好的封号叫什么？屏东县的二十几年前一个足歹的封号是啥？报告医生，我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跟你有一点关系啦，跟你的业务有一点关系啦，在不啦？不好意思，不是很清楚。屏东县在二十几年前，而且叫三代同堂的黑道故乡，知不知道？知道吧？哦，是。我第一届当选议员，22年前，我去台中的时候，人家讲：“啊，你这屏东的议员，那屏东议员不是都是黑道的吗？”我说：“我们执行的可能都拿枪了。”你的政风报告成果一样几页？时间你稍微给他控制一下，无那个你的工作成果报告几页？报一次总共6页。乱讲话！屏东县政府施政工作成果报告几页？从2005有6页吗？6页。这时间来暂停了，主席。6页对吗？好，不好意思，6页对啊。你拢好玩的嘛？中华民国107年度屏东县政府施政工作成果报告几页？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5页。啊，45页。7页。我你拖来，我就没问啊。3页半啦，三页半啦，三页半啦，三张啦哈。你的前言说什么？建立连结，提升服务效率是本府当前重要施政目标之一。我到现在啦。建立连结政府，提升服务效率是本府当前重要施政目标之一。本处即所属政风机构，即易防及化解贪腐不法设置执掌，以易防先行，速贪在。等一下，在那边，这个叫什么？预防先行。对，速贪在后。在后。对。然后呢？针对各项预知弊端，严厉症结所在，从制度面定策具体，具体先例防弊措施。另外，主动发掘，主动发掘，勿忘勿纵，勿忘勿纵，明快处理的原则，查不法。好。那你的达成度多少？达成度，我本来是不爱去算的，我来看你这讲，你这成果报告3.5张。你的达成度多少？达成度100%，目前100%。对，依照自己的规划的一个计划来执行。南宫的那个警察局的督察的是监察中的监察了哈。那如果屏东县政府政风是啥？是公园的什么？
啊。你扮演什么角色？包括你公务员的心目中，你差不多是类似讲警察中的警察，你都敢打击犯罪，都肃贪啊，你要预防嘛，哈。是是。然后因为你当中共处的处长，让我们我放一段你听啊。时代力量。前任乡长说不晓得前两任乡长已经被起诉被判刑。不晓得在投标他们那个乡的厂商涉及这么多不法，我老实讲啊，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如果是机关，该移送没移送，该登录没登录，该移送没移送，该登录没有移动。好，为什么议会的秘书长会高于环境的秘书长？因为议会先完来自各高的英雄好汉，所以有一挂事务。一寡法律，有一寡行政，伊看嘛，所以来秘书长主管的位置来给辅导。那么你建防处，你上个重要的，你很多的工作报告讲话讲，你要预防在先嘛。那为什么你达成100%成果度，让屏东20几年后又成为黑道的故乡？为什么？那个议座哈，那。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预防工作一定要做在前端的、啊、那我们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包括整个黄滩的一个相关的作为，我们一直也积极在做一个宣导跟加强了、啊、当然你啊，为什么你达到100%，让时代力量的立委在立法院说咱屏东是黑道的故乡？为什么？啊，一边在讲，其实这样是有点，他不是随便讲一讲哦。对，我知道，跟议处报告哈，因为他提到的是你当中央处的处长，咱屏东县曾经有1/3的乡镇市长拢起诉，有没有？是有部分。然后都是你提报的吗？报给廉政公署的吗？提报给检调单位的吗？不好意思哦，这那不然你怎么会达成100%成？因为这一部分跟议事报告哈，因为有的我们33个乡镇当中哈，有18个都没有设政风单位。那这一部分就是自从106年之后，我们一直在加强，看看如何来协助这些没有设政风单位的这些乡。对啦，啊，你是讲你遐搞，你用100%，啊，是咱屏东有1/3的人，诶，乡镇市长会涉案。永定市长吼，不是你提而已。你的工作报告、你的成果图，你都安尼讲，你都讲你要预防在先，肃贪在后。我请问你啦吼，工程在开标的时候，要不要派证哦？要不要？要，因为这是要不要如果有设政风单位的话，它有一些监办的一个程序的监办这一部分，那政风的人也必须过去协助他们。骗笑哎，都嘛爱政风加主气。对对对，要不？对，啊、你有预防吗？有预防吗？我们当然都会依照。所以哦，这乡长哦，都拢咧害啦，你就是无想啊预防。我看你的成果报告就是讲哦，你办讲习啦。办宣导啦，然后你用三页多一点点讲哦，我这成果拢80%，啊，我屏东个从此走入黑道的故乡。报告一说哈，这目前就是有关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乡长可能部分的乡长对这些，坦白讲，我们是最担心的是。一些没有设政风单位的乡公所的乡长这个区块了哈，因他们讲因对法令的规定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你不要他主动出击。对对对，这不那个是心态的问题了，那个是心态。你的工作包括要谈到说校长的考试、老师的政事，政风要不要打？我们都会协助他们，包括整个入围，还有整个。我立马你就回答我的问题，政风要不要打？好定位正式，好定位诶科举个老师的正式，政风要不要打？我们会到，钱有没有到？你那个宋立委，你可以问他。第
十五届的关联合咨询在要给您健康介入，你们不是主动，你是被动，对不对？啊，因为你做健康处的处长，你对台南来，你认为我这是庄卡的议员，庄卡的议会好应付，所以我的成果报告三张半，我的工作报告两张半，然后你的成果的达成百分之一百，从你的百分之一百，我屏东都变成黑道的故乡，你还主动？跟以前，所以我问你，家以为动作啥？包一一周哈。在中央单位的立场，我们是非常尊重议会哈。刚刚一周您有提到的，就是好，你很尊重议会，你可以工作报告三，那个两张半，啊，你这个工作成果报告三张半，然后你达成度百分之一百，啊，屏东县三分之一的乡镇市长涉案，然后最近廉政公署又大动作了，在屏东进行的搜索。你爱写，你我教你。只要讲我政风处的处长，我达成负百分之一百，哦，我愧对屏东县的县民，我和黑道故乡这个风号，在二十年后，因为我当政风处的处长，做一个风来啊。屏东黑道故乡不是指屏东县的县民，也不是指屏东县的议会是吉利啊。你也从来没有主动，你也从来没有树摊。所谓预防胜于治疗，你也没有尊重议会。两张半大家当然以为应付啊，还你尊重议会？以后你怎么做？是报告议座啊，其实我们的工作推动不是只有两页半或三页这个区块了。我们想就是说，应该是如果说要全部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应该是蛮多的啦，应该可以写的更多了。我们只是说可能比较扼要精简的把它做一个呈现了哈。那另外刚刚议座有提到，就是那个乡长那个卫生中央单位的一个乡镇的部分，其实我们从廉政系工从去年度年底开始，我们陆陆续续推动我们的廉政系工的一个部分到乡镇公所去跟甲乡长啊，甲因这承办单位这主管吼办理相关的法令的一个座谈会啦。我希望讲就是讲，过去伫别个县市，过去伫别个所在，捌发生过较无好的代志，伫咱这个乡镇内底，唔好去发生啦吼。所以包括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办了好几场的，那些廉政系工的区块，包括由我亲自去协助他们，还有包括地检署的检察官等等的，我们组成一个 team 主动的。你的意思就是讲，你的政风业务不是两张半，是，所以你的议员敢那看这两张半得？报告一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是比较扼要的把它做一个呈现。说你办很多的宣导，是，啊，你办改节树摊的讲习。是，我屏东二十几年后的黑道故乡就可以拿掉，你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啊，如果黑道故乡拿不掉，你怎么办？报告意思哈，我不认为屏东是黑道的什么故乡。都、啊、有人讲啊，无你下辈也是伫网络徛伫你正好立场，你要义正言辞啊，对不？我们当议员不想黑道议会、黑道故乡啊。其实我一开始就跟议座报告哈，从台南县的乡下来到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亲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啦。亲切，哎、哦，亲切，这亲切是你讲的啦，你对我以为就无亲切啦啦。你要我才讲，你规定我特别敢专家嘛。啊，出来讲免报告是，你在政风处嘿。密室作业、黑箱作业，没有议员知，对不？然后你和议员知啊，就是讲我的成果拢百分之百，你骗鬼袂食水。跟议座报告了。我再问你，要杜绝黑道的故乡，啊，你讲预防在先，要树摊在后，你有什么具体的做法？第一个哈，就刚刚就从前面所提到，就是廉政系工的座谈会这个区块哈，我们陆续的哈，会依序的再来加强办理哈，只用巡回，就各乡镇即使他没有设政风单位哈，我们也要巡回的到各
各乡镇公所去协助他们，要主动嘛，主动 对, 對, 對。我问你，你讲你发觉有怀疑，你为着不要红警局长涉案，为着槟榔馆不要黑道故乡，你要不要把资料给廉政公署？要不要？爱不？你若发觉讲这都怪奇怪，这怪怪啊，因为预防嘛，你列资料要有廉政公署啊。延长三分钟。跟议事报告就是前端的部分，我一直坚持的，你讲健康单位其实不是一定要办什么。你回答我的问题啦，这树摊这三分之这因为为人唔知处罚，别我嘛唔知啊，我冇这个用地，我唔知这违法啦，有作这是善意第三者。那么减掉或是廉政公署大规模搜索，这个资料是应该的，主动出击还是你提供啊？其实碰到这些刚刚议长所提到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平台了，包括你回答我的问题是不是你主动提你该勒索哪里啊，你就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是你提供的还是应该查的啦，这打击官这责无旁贷啊，是是是，对不你提供的你都应该勒索主动搜索，有些部分有些部分我刚刚一周所提到的，就是报告过的，就是前端的预防，我们先做了哈。你按多讲嘛，你按多讲，你哦，你偌济树摊偌济，你拢总会给我啊奖金领偌济，拢你讲的嘛。啊，到底因为这人，好啦，你讲的啦吼，你讲的是你拢主动，你拢业务报告讲的是你主动上我廉政公署上我检调，还是检调过来查？你回答是你可以，你提供还是来查？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会共同来办理啦，嘿。因为就是我们跟检调还有廉政署会成立一个平时就一个平台。你都嘛讲足济无实证，我你都唔知呀。即马你个拄着恁个连来办理，连来办理会出遮济问题，啊！你个成果会当百分之百，你这太奇怪逻辑啊！我问你啦吼，因为我时间都要结束啊吼。这黑道的故乡对我实不爱问个啦。黑道故乡对我这十四届老阿议员，这何其的重大！因为功成必案，因为实在力量里，为了讲屏东是一个黑道的故乡，那你当政风处的处长，你得积极主动，要安怎去办了？不是应付议会，不是写你的那个写作文，我比你厉害啦，真的啦！很有可能我在讲你也讲哎呦太，我该问安尼。中国历史吼，咬人吼，拢是听无好的话。比如讲，唐太宗李世民的魏征，你叫贞观之治。如果你再这样应付议会，我本席将来就会提不适任，我的提不适任案送给你。好，我希望你在最快的速度做红看。我讲啊，屏东不是黑道的故乡，吼，啊，这个围标有些乡镇长唔捌的，你要打开。你安那甲人辅导，咪甲人宣导。我若要办迄个读册，要办教育，迄大家拢足够的。要办宣导，嘛拢足够的。要确实到位，不是在糊弄。就像你对议会，下次不准再这样。好，处长请坐，谢谢游议员